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天元围棋》，我是主持人陈莹，很高兴今天和刘晓光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24届中国围棋天元战决赛的第3局，是由古力九段对阵陈耀烨九段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天元决赛的第3局，也就是最后一盘了啊，今天就决定天元的这个称号的归属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昨天呢是1-1。是吧？今天呢，第3局。哎，以前我那个时候下的时候5番胜负，我记得是。哦。现在改成3番，是吧？这个那就是因为安排啊，或者是时间的问题吧。现在是3番起，那么就第3盘特别的，比较紧凑，时间比较紧凑。你看昨天完了之后，就紧接着第3盘。对，中间没有休息，休息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第二盘棋好像就更为的重要。如果第二盘棋就一旦打成了1-1平，就像现在的这个局面，我觉得古力的这个调整明显没有陈耀烨要好，因为第一天你输了你还能休息，第二天你输了之后你连休息都没有，紧接着就第3盘了。现在古力那时候对我们呢是看着他长啊，他年轻，现在比他更年轻的又一波一茬茬出来。对，哎，所以我现在这个我们一般吧，年轻的还是挺多的啊，非常成长的很不错啊。嗯，那么好，我们这盘棋呢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，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盘棋的进程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好。这个1-1之后呢，第3盘按惯例是要猜先。嗯，哎，所以呢经过猜先呢是古力的执黑。对，那这个猜先的方式，刘老，他是猜中了的选黑白，还是就猜中了的就指黑呢？因为有的比赛的赛制不是说猜中了之后可以选黑白。我所知道的，这个是猜中了是黑。哦、你放，比如放，你说我是放一个黑子，那就是如果你选单的话，那就是单变成黑。你的单数，你是黑。如果放两个黑子儿。那么你选成双数，那你有你只黑，选错了只白。哦，就是说就算你猜对了，对对对，也没有资格去选黑白，只能是就规定，对对对，猜对了就只黑。应试杯的规则我习惯了，都是猜中之后我可以挑选黑和白。对，我觉得好像现在啊，好像大家喜欢拿白棋的多一点。刘老您喜欢拿什么棋呢？哎，你这个问的点上，这个我所了解，职业的棋手白棋居多一点，职业棋手选白的多。反正我要选的话，现在选七木半选的话，有可能选白棋，选白的，有可能选白的，但是也有黑的哈、啊，就比例啊、也有选黑的，就是说我可能觉得白的稍微用贴木。也挺大的，这个很难说。现在所以定格成7木半，日本、韩国他们还6木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。好，本局是古力执黑，古力执黑，前2局都是白棋获胜，第1局和第2局都是白棋获胜。哦，是啊，还这个很有意思啊，都是白棋获胜。所以我觉得好像执白的胜率是不是会高一点呢？哎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但是这个，不是绝对的，这个正好是撞上啊，都是白棋获胜。嗯，还记得吗？上一次他们两个下，古力执黑的也是这么下的，但是那一盘棋是也是陈耀烨是2连星。嗯，对吗？对。然后挂角二尖高加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一挂二尖高加是那么下的。现在呢，这次是陈耀烨先变的，对他下小木，然后黑棋挂角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变化了。这个哎，这是走，看来他是想把局面打散，不是马上进入作战，是吧？对。不过这样的这个开局啊，如果是反加再拆回来，我觉得应该是古力比较喜欢的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地方反加一个，假如说这样再拆过来，再拆回来啊，好像古力经常下这个布局，我觉得有一阵儿。哦，下这个黑棋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是也是一种下法，哎，一种下法，这个应该说都有这个，看某一个阶段。对某一个体会，那么现在古力啊，
用的是什么布局啊？他这回他是挂角了。对，这是最普通，这过去下过的，下过的，这时候局面打散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陈耀烨是不是给他准备的，就让他下他比较喜欢的布局呢？是不是对这个有了一些研究？嗯，对。在棋下到一定程度，他比较自信的时候啊，嗯，别人我也有这体会，别人就是说你爱下什么，我不变应万变，下什么我都下什么我都不怕，哎，是，有这种状态。这个陈耀烨这个年轻啊，我看这个劲头他也是这样，他不是说在乎你给这个什么布局，他就知道你最近下什么多，就避开你这个下法就行了。嗯，你最近一段老下这个布局，反正我有意避开你，也是一种下法，一种想法，别的他可能想的不能想太多。这就是一种打散的布局，是吧？对。来，我们继续看看，然后再挂角，白棋尖顶。对，长一个，长一个。对，他跳的这高位，然后这边来，是不是？嗯。极其普通的。好吧。走了一个老定式。这个地方白棋也没有选择作战，就这样。有啊。完了之后。有，靠出来。有没有这个？有这个，也有这样的。然后再打。哎，对，也有这个，这个粘上。这样的变化怎么样呢？我粘下边。粘这个啊。长。33。对。这个时候到底是弯一个还是猴一个？这个时候。大概是爬一个。拐一个啊。爬一个，大概是这样，跳一个。再跳。对，飞一个，是不是？然后白棋尖一下。对。但这个位置好像稍微差一点，感觉。也是一种下法，这也是一种下法，这也是一种下法。嗯。嗯。啊，这个也是应该说，也是个作战棋，嗯，陈耀烨可能我觉得他就是不变应万变，你那边你看作你原来他就这打牌这么走的，走取简单的那个复杂一点，作战的有未定因素，他不愿意给你搅在一块作战。嗯，所以说还是把时控先捞了，时控捞了之后，反正是先捞完时控就走个2分。把胜负挪到后半盘，给你拼关子。对，棋局还漫长，可能是这种想法。嗯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局部，对白棋选择了很简明的下法，就是对，非常简明的一个下法，是尖了，这是普通的定式。对，然后再虎。虎一个，长一个，爬一个。这过去啊，很早就是这下过多次的。对，再爬一个。爬一个。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再爬一个，不能直接跳？对，如果这样，他会害怕是这样。打吃。搬了连扳。搬一个。连扳。然后再连扳。你如果打吃，他粘上。哎。对，这个地方就动不了了。如果再吃的话，这边就有个冲断。我断这个了。嗯。是不是？这儿有打，只能接住。对。嗯，这样就。这争掉这个白棋不好，哎，如果你那样只是委屈一下，那这个就不合算了，嗯，是吧？这就不合算了，对他这样，那所以多爬一个，这个要多爬一个，彻底的捞空，捞空呢也好，它就限制对你这面的张势啊，就限制了黑棋的这面的张势，那么它就反正一个子放在那儿，你来攻，让你来攻我，这样呢我就只攻这一块，它就简单了，两边。各走一边，两边守着空。这个过去的一种下法，觉得这种白棋就是比较舒服，先守空。现在贴七目半呢，说要想治白的话，这种策略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走着走着黑棋它有贴目的负担。对，而且呢，就在前两盘中啊，就感觉陈耀烨一直被鼓励逼着，他捞不着空，就觉得好像有点下入自己不擅长的那种局面。但是这盘棋呢，在一开始啊，一上就是先捞了两个角。嗯，先捞两个角。嗯，挺好，这个也是一种啊下法。这个2分，这个没有说一定好坏，差不多。对，如果一个两分，黑棋虽然这边很厚，是不是如果想吃掉白棋这个子也几乎不可能？哎，对，那不可能，它中间正好分头。嗯。黑棋大概总是要走这个，他就跳，正好跳一个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黑棋也跳出来。对。白棋继续跳。
像双方跳了几个之后，就觉得这个后势怎么似乎没有用上。这种下法像过去的那过去，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多。过去那种下法，这种小林光一就喜欢这样的白棋，这种那个时候常见的。对，先把空捞了之后，然后再把黑棋的模样再洗掉。他比较喜欢这样的白棋。就这种类似的形状。古丽呢，这个像好像是变换一下这个，他执黑啊，他变换一下布局。他好像不是他以前研究很透的那种布局，是不是他这个最近又要有别的想法，或者怎么样？是不是人在改变棋风的时候，就会这个不下以前擅长的？因为我记得在李昌镐有一阵儿啊，他也在故意改变棋风，就是本来他不是喜欢主动出击的，但是突然间呢就特别喜欢打入。可能在思索着什么问题。这个有时候可能状态啊，在调整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。这个古丽最近我看状态不是最好。对，你觉得呢？对，而且呢，其实他跟这个陈耀烨也算是老对手了，他们之间的这个胜负还是陈耀烨赢得多一点。还多一点。对，昨天陈耀烨赢了以后呢，好像是7-6，还领先一局呢。古丽啊，在我们这等级分第一啊，一直是第一位，是吧？所以他和这后面这陈耀烨等级分应该靠后。如果对等，应该说陈耀烨和古丽啊，那看来还是他比较喜欢跟古丽下的，那就陈耀烨啊，战绩还是算不错的。对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是这个胜率要高嘛。胜率挺高的。古丽应该碰到这样的等级分的选手，应该他的战绩应该很好，才是。这古丽第三局啊，我们看看。看来这个以前古丽，我记得在多少年前啊，是个五六年前、七八年前，他拿冠军呢，就刀子很快，是吧？渐渐的，怎么变成刀子不那么快了啊？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对上陈耀烨？因为就是在去年天元战，就第23届天元战的时候，就是陈耀烨把古丽从这个天元的位置上拉下来的，所以陈耀烨有自信，是吧？对古丽反而特别有自信了。是，行，这个两分的布局，这个没什么特别的说的啊。下面走这个，这两个交换，对，白棋就守回来了，守回来了。那这个逼住是不是还是便宜了？应该说便宜了。但是也这两个交换呢，和这样的交换，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交换，那这样我觉得白棋还行，因为白棋头快了。对，这样的话它是缩回去了啊。这样，狠一点是点33，这个棋。点33，白棋会立吗？会立了，你就点了这个爬出来。会立了爬出来，这是比较狠的。这个下法。而这个呢，棋就是说，黑棋搬冲度过挡住，有可能他怕这个白棋反攻，就觉得这边不是那么厚，有点薄。对，如果交换一招可能好一点，现在他直接就走在这儿，有所担心。再直接攻的话，这个怕反攻一招有点太狠了，对，怕这个活太惨了。对，有点太狠了。所以这个看来就从外边逼一个算了。那就是说他已经比那个形状好一点，这个过去的印象中觉得这样走一个就还是比较满意。对，毕竟是外和里的这个交换，还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应该说白棋呢，他捞了脚，实际啊，在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就是很不乐意接受的结果，也是马马虎虎，白棋也马马虎虎，当然比不上这个，是吧？比不上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本身也能接受。一个两分棋啊。然后黑棋是不是要继续把这个出头呢？黑棋这儿靠了一个长剑行。是吧？长剑的，他搬了一个。然后再把这个打。没有，那个还没有打掉，后面打。那既然靠了，为什么不打掉呢？既然就是保留为好，保留。
那这个为什么要一定要先靠掉呢？他怕袜粘，他怕你可能袜粘，是不是？怕这个。那以后这个靠不着了，靠了还要冲。对，这样呢就多一个靠了之后有个粘先手。嗯。好一点。然后这个靠一个交换是防着这个袜粘。哎，对，这个是长，这以前有过这个。这个形状啊，这一靠一下，这个是有很有名的一个一靠啊，这一靠就便宜了。哎，对，便宜了。那这个局部就可以脱先了。这是最早啊，我跟那个谁小林光一，在擂台赛当中88年下过来的靠33，我执黑走的靠，那是形状不一样，那面都没有白棋。嗯。走的这个靠。好，那您就是为了防这个袜粘，不过现在这个招法现在还在沿用。那是很早的事了。好，黑棋来这个地方守了一个手角，无力走在走这个。是不是这三个子黑棋已经就攻不着了？也就比如说我想震个头，他这你看白棋就是三个砰砰一蹦啊，他总之黑棋就是攻白棋的弹性比较大，这儿有拆一，这儿有加，那面能够这面能够有头，所以呢他白棋也不怕，反正中间拦腰出来，这个策略还是挺好的。现在你黑棋在这儿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作为了，干脆也不走了，他就在这儿守了一个，是吧？对，既然看不清能攻出什么效果，还不如先脱先。先脱先了，先脱先。这个棋走在这里。或者是在走这里，这里觉得怕33，对，这样就是脚步有点空虚。这个倒是长，就第一杆倒是他第一杆，或者高一点，高一点怎么样？对，高一点啊，似乎也可以啊。对，这样的话是高低配合。但是这个现在的一般，现在人的这个习惯性都是小飞，实惠，对，手控手的牢。价值观啊，还是先实惠的先捞再说。你这个看不清的总是一般小飞的居多。还是人比较务实，多数务实。现在人价值观都比较实在的，干脆实际的得到的是最喜欢的，对，是最踏实的。这个稍微虚一点，然后白棋分头。对，分头挺好。这样感觉好像棋局又漫长了，不会就是一上来有什么样的战斗。因为如果是鼓励的棋离开了战斗，似乎就觉得不是那么有劲儿了。这个陈瑶也够沉得住气啊。就是只要你中间他就分头慢慢来，就把你打散，只要让对方啊不成大形势，不为大形势，尽量避免和你的先作战，就是布局前面的都闪过去，都扬长避短呗。对，宁肯呢稍微吃亏一点，就是说往后缩一缩，避开你的三板斧。这是啊，过去啊，很多人就是采用对付那个力战型的棋手的一种策略。那是不是以前人家也是这么对付您的？因为您是著名的大力士。说的。反正是有人这么说过，那这个像所谓的力战型啊，你只要先躲着他，躲着他几下之后，他没有劲儿了之后啊，你再给他慢慢耗，他后面他就容易错，就避开他那个什么正面作战。一作战起来啊，走一个大型定式啊，或者揪在一起啊，马上布局就没有了。白棋怎么跳出来？假如跳一个。这个地方也要小心。对，这有个家。这个作战好像还是白棋好点儿，白棋更战斗应该更有力量。好像能战斗。好像也能战斗。这个黑棋一定要拿住白棋不容易。你这个地方你怎么做交代呢？不走我这要夹死，你要做这几个你又难受，下不出手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有软儿啊。自身你要跳呢，他从这面靠一靠走，跳一跳，这个棋不容易吃着。你比如说你要这个那个地方还得处理一下。对，这个跳这个也行，是吧？
不容易，这虎一虎，眼位还是多，这个不容易吃着。所以说黑棋就不敢断，就他没有选择断，就搬了。嗯，搬了，哎，陈耀烨搬了，他就这样就粘是吧？嗯。这样，哎，他是尖冲，对，尖冲过来，尖冲这个，嗯，爬一个，爬一个，他就跳一个，跳一个，对。最美，这处，青鸭也走了一个虚的啊，嗯，感觉这边这个形状啊，稍微差一点，嗯，但是陈耀烨在空中。飞舞在空中，这种棋其实不好掌握，在空中走棋不太好掌握，要技艺比较娴熟才行。嗯，陈耀烨在空中能给鼓励在舞啊，这个看来自信不错啊。对，一般说高者在富。状态不错，看来、嗯、啊，这个真的是鼓励，看来被陈耀烨他这个心里啊，在后背追啊是。也是负担很重的，嗯，我也有这体会，嗯，因为年轻比自己小，体力又比我好，你比体力又不行，他到最后形势差不多，他看得比你准，嗯，就可以有压力，嗯，这个所以是年轻还是后辈啊，还是这没有办法，这很快很快，像我这个年龄啊，就是这多少倍哈后面，所以鼓励你看这么大岁数才多大，他就后面都有追他的了，嗯，追他的有好好多些，这年轻的这样的他会就有压力，这个搞不好啊就，自己一不努力，不或者说自己的状态稍微一不留神呢、啊，嗯，就会被追着，嗯，被追一下。好，我们看，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，好现象 啊！对，因为说明我们这个人才辈出啊，所以说才会，像鼓励这八零后的都会感觉到有后边的追赶。是，好，我们看实战啊，实战呢，它是不是这个，对吧？对，跳出来。这个也说是应该堂堂正正的一招棋，那么第一杆呢是往这儿走。是想攻这个，哎，对，觉得这个地方薄，想冲击他的。嗯嗯，第一感是想走在这儿。这个不知道白棋会走。白棋，我觉得这么跳一跳。如果你跳，我这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你要小心。尖一下。哎，我是想这个地方冲击。那只好粘住。那往下冲的话会做何想？往下冲，是吧？这个也要对，这边吃了不大是吧？我想冲了扳，冲了扳呢？好、就是啊，冲下去那边，扳在这儿。哦，但是那边好像也有点大。这个挤是先手吧？是吧？挤如果先手，粘上对吧？那这四个又吃不着了。对，就这样了。嗯，对，那这个。加不死他，加不死，他跟你这么拼，你加不死他，他就跟你哎这么作战，嗯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厉害的，有这个后续手段，对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是瞄着这边，对，我是第一杆想往这个地方走，那又防不住，对，就大概这样，哎，大概你这样，大概的退缩一样，这样我不是这个形状挺委屈的，委屈一点，嗯。不知道怎么样，这个鼓励不知道怎么想，能不能哎这样进攻？嗯，鼓励是跳呢，我想他想缓一步啊，也许想最激烈的，一会儿腾出手来，直接走就有可能，哦、比那个更加严厉。你这个呢，被他一靠了退啊，他还有眼位，嗯、这个直接点也可能更狠，不脱先的不行，这因为一点呢，这面又有先手，这个必然要先手的。还可以先点一下，刺一下，飞一下。对，白棋就要进攻，你那必须要活、嗯，然后再一刺，那这是进入鼓励的步调了。嗯，哎，那就高兴了。我是想这个呢是普通的攻法啊，他这个缓一下，他下一步就特别厉害。如果敢脱先的，下一步很厉害。但是我想陈耀烨没有脱先吧？他走什么了？看看他在哪儿走？中间走一个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这个地方守了一个。
就是刚才怕这个，怕这个点，怕这个点，这个点很严厉，是吧？嗯，对，直接就点到这儿。如果走到这儿的话，好像他还能唬一下。对对对，所以要防一下，这个要防，这招不能省的，这个不能省。这个你看着啊，这个地方没目，但是必须要走的。这个自身要加强一下之后，然后才能给他去拼官子呢，最好。嗯，这个招其要是省，你刚才都说了，这个特别厉害。走这儿的话，他鼓励也许啊，觉得他跳在这儿，跳再来攻这个。我都觉得这招棋要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就可以这么下手。好，这样走啊，补一个，补一个。那是不是黑棋就要飞过来？飞过来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点一个是不是好一点呢？刺掉。刺一个。哎，对，粘不会顶吧？应该不会 顶，好像这个是不是常见的一个下法？因为这个要飞之前，一般是先刺完再，哎，再走。然后这个刺掉，就是对于白棋的眼形，眼形会有限制，对。哎，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先刺完再飞，我感觉是，就是说惯例啊，嗯、常见的一个形。对，这样以后他再加的话，哎、他中了之后再飞，这个才有利。哎，要不刺呢，怕以后有变呢。对，是吧？做活的时候，有可能这个子就轻了。对，哪怕是有了飞之后啊，你再刺，他有可能就这种顶了、啊。嗯，双顶了、啊。哎，你现在就不同，你要现在就不一样啊。你要是顶的话，人家就长一个你也不舒服。哎，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刺合适。嗯。好时机，对，白棋正好反击不了。对，你要顶在这儿呢，你比如说他就往这儿，就算这个，而且他有可能冲断，他就算这个，你也得这个，然后再来这个也可。对，这仍然是把白棋的头给卷进去、哎。对，卷进来，你这个也是损的，所以一般的情况会成为这样，这个白棋会艰难一点。嗯，是不是啊？活起来可能要费点功夫。对，可能白棋，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在，反正还得去下边去做。下面你的自己小忙活半天呢。嗯。你这个棋呢，如果眼见了这个的话，你看这个子就起作用了，一打吃。对，然后它就可以虎过来。对了，这个可以虎来这儿了。你看这个多，这个就差很多了，这两个交换差很多。对，这个白点着一下。白点着，这个实战这个形状就是没有点，这样走成这样，你看搬了。这个眼位就不可差很多，对，这个时候就走不着了。嗯，对，他直接飞，然后这一加实战就是这么下，就是一点没变。实战他一走这个，然后他就加，就直接加一个是好点了，你这都来不及了，对，再也点不着了。这个我和古力可是有分歧，我觉得应该点，古力无论如何先点再飞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是不是这个点完之后对这边的黑棋也没有伤害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走这个呢？我觉得不同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先飞被他一夹正合适啊，这个你看你这个形状这一夹你挺难过。对，这个可能还是得虎、嗯。对对，一般的是虎，这是眼见的一招。但眼见的一招，你看，对，被人家长，然后只有粘上，被他扳着了。本来你这个形状，你看多好，使得白棋不敢随意的去加一个，加一个被你正好这个形状，正合适。嗯。现在不同，现在他扳是个做多好的一步棋啊！对，这边他的眼型就他最需要眼位的时候，你给他凑了一个扳，你还受不了这一打呀？你还得长一个。和这个完全是两回，这差一手棋都不止，这差太多了。这个我觉得眼至少差了一个眼，差太多。这个棋这不能这样啊，这个棋白棋就活起来就很容易了。对，白棋在下边可能就地就可以活了。白棋我看相当容易，他这个棋走什么活，这个哪怕这个也是活的，我觉得这个这个都活的。他走这个可能还怕，其实这个也他还是不是还怕这个，就这个点了之后再拖。嗯，但是这个呢，就他讨厌什么，以后搬这个打，哎，这个里面以后这有点啊，点空，对，他可以点这边。对，你要担心的话，这个棋飞这个也活，他是压这个，压这个倒也行，压这个
对，确保了上面的这个上面这个眼位。这说啊，这个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白棋已经占便宜了。你不管走下面，走下面大概是上面有点不舒服，被他这个头拐了之后啊，这里面也有搜刮，它厚了，它这个接近了。那多了这个之后，那它黑棋这个自身呢，它还你搞不好被他走的话，他出来的话还威胁黑棋。哦，黑棋当初这个感觉是后势，但现在也有自身也有一点毛病，也有毛病的。这个棋压在这儿，不管怎么说，白棋你看，你这两个刺都没有刺着，那就正好就让他做成眼了。对，我觉得两个都该刺掉，就至少刺着一下。嗯，这是必须的，刺着再飞就好得多了。现在你贴在这儿，这个让白棋便宜了。对，跳一个他就尖。这个本来鼓励啊，应该进攻，我觉得都是他最拿手的，最喜欢进攻的，破人家眼位是最得意的这个手段，经常杀的对方死大龙，是吧？那这个怎么会这个地方让白棋轻易做成眼位呢？对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活了，这对他这个还有他这个眼位比较多。哎，你这儿来一个，他也瞪得眼了，也有眼位的含蓄的眼位。对啊，然后我一会儿这边刺一个，就感觉不含蓄的眼位多，这个地方它有冲断。哎，这种他实在不行，这个本身这个你看这个地方，对，就已经这是有个眼型，一个多眼。你比如说这儿如果多一个，这就马上就做成这个两个眼了。对，哎，而且还有这个眼，他眼位就丰富了。这个地方像是黑棋攻击不得力，对，占不着什么便宜了以后，没有特别有效的置对方于不舒服的地方。现在他很踏实，就眼位，对啊，就眼位几乎就摆好了。对，这个那面攻不着的话，就走别的地方了，那就进入收官了。本来你要攻的他难受的时候，这一次一飞啊，这个形状的时候，白棋相当的去忙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棋，这样的棋啊，就这样的棋，你说忙哪儿啊？点，那都要你且努力才做眼才行的，这个努力做眼你就累了。对，因为如果吃不着他点的这个子的话，这个点就会便宜。这个就很那个什么，再顶。哎呀，这个就他就累，他就累。是不是啊？对，这个就累多了。你这个棋，它或者是在这儿，大概是这儿，你就尖尖也行。它这个眼位啊，就不是一句话半句话能够做干净的，还且的累呢，且的损呢。对。那现在你看，它不费什么劲儿，没费力，就是。它就地就成活了，就不用这些靠啊，这些简单做活，是吧？对，跳一个。简单做活。那么简单做活之后，那我觉得黑棋好像就失去攻击目标了，就失去目标了。这个目标已经没有再攻的，没有什么。你要这样走好，如果这样啊，他大概会这样挡住，对，会断。好，断这边我吃，吃，对。啊，不会黑棋变成目标了吧？就是说那面呢亏了，大概是这样。你这个端着再回来是吧？他首先是这个，就这个往前走，直接就活了，直接就是这样了，就是活棋，嗯，是吧？且不说这面了，这面本身出来是白棋，黑棋抓不住，黑棋会变成光，光说本身你就不容易吃，就很累，吃起来很累，所以这个棋就现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要能吃着它，对，攻不着了，所以不能走了，再吃就不行了，怕吃炸了。不能再这么吃了。如果你只是这样，那面有棋，他就在这做个眼就行了，或者往前打眼就行了。对。那面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这个也攻不着。这个呢也没有特别的手段，有特别的手段吗？似乎有了白棋有这个子之后，黑棋也攻不到了。对，我在想这个点行不行？现在还有点吗？我觉得点如果行的话，也能怎么样？如果点行的话，都已经防守了一个，还有点吗？
哎，那也想啊。然后我就挖。哦，这样，如果长。长我就只能盖住。闷死。闷死。嗯。算路精确。对，好像黑棋正好进不来。对。看。哎，这个就没什么油水，黑棋没油水，这个也没油水，你看，打吃它就粘上就行，打吃力正好，嗯，没有用，这个点不成立，那就完，那就没东西了，那这个，那这块也攻不着了，也攻不着了，这个点是最严厉的，点如果没有啥东西被它就这简单的一挡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对，那这个没有。那脚上不用说，脚上没有，脚上太结实了。那这个叉，那就往这儿该走了。那因为别的地方不好走了，那也没啥走头了，是吧？嗯，这就走这边了。哦，那就只能点了压了。点了压。对，因为从底下这常见型，这个大家谱上经常见到进攻的这个，要么呢就是从底下撅根，把它根撅了之后就往上攻它。但是现在好像从底下撅的话不太现实，因为上面太空了。太空，然后它撞一撞之类的，你都比如说撞一撞什么之类，你不见得行。嗯、好，所以这个走了个普通的，大家一看呢，这个象是收官棋开始往收官方向发展了，这是常见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常见的一个收官棋了。对，这样黑棋这么交换两个，其实我觉得也没得到什么便宜。没有吗？这样就便宜吗？反正白棋也走活了，而且这边他走后了之后又攻不了这个白棋。嗯，所以这个定式啊，走完了是本来是要这样，我觉得这个是常见的，嗯、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常见形状。白棋一般来讲是补一个，但现在还会不会补？可能不补，我觉得不补，因为这个中间没有成大柿子，不会补了。因为你大概以后走这个，它就飞一飞活就可，就活了。嗯，哎，底下活了，上面它不管了，以后再即使提一个，这个价值不是特别大。所以这个可能是他要走到他担心他不会走，可能白棋会走什么呢？打入那个角。打入，打这个。这个我是欢迎的。哦，你敢我就哎，哪怕我还攻你呢，这个攻你的，我这个欢迎这个。你要打我就给你分段，想办法来给你这个地方纠缠在一起。嗯，这个棋感觉啊是个细棋局面入，细棋局面。对，那就是走向了陈耀烨。给他啊、他这个想给鼓励走后半盘的，嗯，没有不想这个揪在一块儿，是不是、啊、对，想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嗯，第二盘的时候我看这个就是后面哈、啊、嗯，也是应该这个陈耀烨也是布局刚开始稳住，哎，只要做活，到后半盘才对，才开始发力，开始发力，互相才那个，嗯，不是说一上来那样。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精心准备的话，也还就愣腾腾的，一上来就和鼓励作战的话，这正中这个鼓励这个，他的这个计谋。嗯，鼓励是喜欢战的，对吧？这个陈耀看来是做了准备的啊。做了准备的对啊，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比赛的冠军头衔，所以说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。当然是有诱惑力、嗯、这个陈耀烨现在这个他年轻啊，是很善于动脑筋，一是这个对付鼓励，他用这个不用那种给他硬着来，一般要是气盛的话，说你大力头力量大，我就给你作战，嗯、有这样斗气儿。他这个不是，这个给他背着就是都闪着他，这面走个普通的定式，这面也是闪，就按捧着普招走，就老闪着、嗯，哎。但是我觉得鼓励如果刺着攻的话，当时啊黑棋马上能够进入鼓励的步调，对，白棋就闪不过了，哎，就闪不过，能够揪着他。嗯，这个地方一让他白棋动手啊，你这个揪他的就是说机会就没有了。对，现在好像白棋都是把自己的棋都安顿好了。对，
那说明那个地方为什么鼓励不得鼓励，是不是这方面一看他走这种普通的布阵，嗯，他就不习惯，是吧？不习惯，没有到了自己的路子，这个把这个机会失去之后，那就进入收官。收官，你要说现在这个不就是说一定这个局面摆得好，对，我也觉得不见得。对，好像现在倒是也差不多目数。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一个棋，嗯，差不多应该说细棋。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细棋。细棋，嗯，我觉得细棋这个棋相当的微细，要走官子的棋。这个官子不是一句话，这个要功夫了。拼内功了，他们两个突然间拼开内功了。行，这个可以。拼内功，这个他没有走这个，鼓励没有走这个。我总觉得是好像应该走这个似的，感觉啊，就要这个如果继续的话走这个，但是他怕中央进来，你说这个还是走什么呢？我总觉得是不是这一类的走走。走在二路上啊，这一类的行不行？走这一类的，如果你走这个，他走在这里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不好联络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地方连得上这个来家，还是我尖子就？我说这个大概是半形，这个可能是，嗯，这个有可能。是吧，就是不能让白棋连上，嗯，他进攻这个地方，如果进攻得手的话还是可以，不知道会不会得手啊，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得手，哎呀有点复杂，嗯，这个或者是直接都想进攻，嗯，这个如果这个的话有可能成，这个就成立，这个就有可能成立了，这就成立了。那这招挺，这招有了这个，你不管在哪儿走了，他这个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有了这个，在这一招棋，这是鼓励的进攻的，喜欢进攻的才这么下。嗯，他这应该是鼓励的风格。他没有这么下，他实战是这么下，被他打一下粘上。对，外边被打一下，好像这个头要差可是难受啊，这个头不难受啊，这个后了之后啊，嗯，你过去的企图攻这个以及攻这个都打折扣了，你说是吧？对，而且我就觉得鼓励这盘棋啊下了两个这样的一个形状。那个可以说那个倒还好，嗯，这个我总觉得被打一下这个棋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，嗯，这个被打一下有点不甘心，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他有可能他的薄的地方你就加强了，你再攻他就不一样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劫总可以，这个那个劫我还是很看重的，我觉得应该打，打到什么呀？你要还要担心我这么穿你的劫，这样给他对方威胁，嗯，是不是？我很看重那个劫，让你找劫你也不容易哦。对，我就想在这个地方靠一下，因为本身靠了，对，这个你有是不是挺损的，可能还是点那个不损吧，点那个三三不损。但不管怎么，这是一个打劫嘛，大家那个劫打完之后啊，再来攻是否就不同了？而且还有可能这样的攻呢，直接点着他的这个点上，哎，那个只要有个结果，如果你找别的结，我有可能直接攻你了。你假如你说走这个，嗯，我攻你啊，脱先了啊，就有可能攻你啊，是不是？对，那白棋是不是只能坐火啊？哎，这样先贴出去，先贴它长，嗯，这样进攻，让你逼迫你去坐火。嗯，哎，这个先在先发制人，然后再回手那边，这样是不是有利啊？那个很重要吧？跟这个开这个节，哎，这个开那个节要开那个节，感觉应该走那个节。嗯，这个鼓励没有开这个节，这个不对啊！我觉得这个节很，这个节开的话，白棋有负担，而且主要是我想啊，要这颗子开的时候本身对那，啊，对那边有，我走后了对那边有关系，你直接威胁的这个。嗯，现在他是没有走那个，而是走这个从这儿攻。对，还不是这个攻从这儿攻。
这个地方已经有这个了，你在这儿，对，中间黑棋就算走了再多，这个以后意义也不大。对，这个棋一走这个，我们看白棋是不是冲断了？对，这个冲断是恰到好处，就像我们摆过的那个棋，嗯，一打它一长啊，这个本身它就是活棋。对，然后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出来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让黑棋啊不好应。你只是这样，这样，粘上，这样，这样，那就不一样啊！这个，这个，白棋就小，就觉得小意思了。对啊，白棋这边的目数涨了很多。那你这个没什么意思，效果没有，嗯，失败，这样失败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那这个冲断的话，黑棋是不是也不能打呀、啊？打了他就打了长完之后，对啊，再靠是这样。那我这为什么走这个呢？鼓励这个，我不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。我觉得必须得走这个，这个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这样必须要走这个，这么个方向拼。好，就必须要拼这个结。拼这个结，拼这个结，然后再说别的。这个是结吗？这个要如果这样的话，哦，这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这个被出来，这个太危险，哎，这个太危险了，这个太危险。嗯，这个我喜欢这样的黑棋，这个不可以。好，那黑棋这个、哎、想办法，反正揪着他打这个结就行了，揪着他打结，一定要把这个结打出来，不利。嗯，那威胁这面，而实战这个不对，实战这个我认为这个在这个地方攻啊效果不对，因为你他明显的这个冲断让你没有好手段，你走什么没有好手段，很痛苦难受。你明显的给白棋留一个潜伏的那么个好手段，这不是明摆着给他送礼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敢不敢又不敢打，打了他一打长你就明显不对。对，这边好像又有点攻的没有什么明显招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这样缩回去又不肯。对，那究竟鼓励会怎么选择呢？那我们要不然休息一会儿，稍后再给大家解答。好，待会儿我们再来解答这个棋。好，欢迎各位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这个鼓励和陈耀烨的棋啊。嗯，刚才说这个一段呢，的确让黑棋它不太好应。嗯，这么打也不行，这么虎呢也不甘心。嗯，那么走什么呢？他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连扳，他希望走成这样的棋。这个打劫。哎、这样一打在虎。嗯。哎、这个形状当然好。哎、他希望走。我说的前期应该先搬了走比较好，现在走啊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白棋就不会打吃，白棋点了这招棋比较狠比较好，这个促成了白棋有这个点，这个点黑棋到时候黑棋倒是可以粘这个把这个子给吃掉，但是哎，这也是实战。对，你走别的不行，走这个被他这个吃，有叫吃先手你受不了，太大了。嗯，这个不行。哎，这个这个打断不行，这个还得粘上。那你这个棋，这个被那个打穿，那个吃的太舒服了。只有走这个，只有它，是吧？这个也不行，这个被打断了，那、更完了。对，所以只有它，只有粘这个吃，输实战这么走。这样转换。这个转换呢，被他一打，哎，这个棋啊，首先这个角白棋得了，便宜了。这个棋。白棋这个形状比较好，嗯，这个你粘在这儿被它一吃啊，这里面都是吃木了，你只有大概以后成个立了，能够这样过来、嗯，但是有个后手，和那个连扳不同，是这个形状白棋便宜了，这个地方官子它便宜，你这么一打呢，多出一个打，它这个时候呢，它这儿定型完了之后，白棋放心的从这个地方打，嗯，你这个粘了被顺打不好，你还得提呢，还得提。他这个之前是先飞的刺一个，是这个先手好，这个挺好，然后呢，他提这个，提这个之后呢，白棋就在这个地方，俗作眼，这个地方应该四格了，对，正好活，走在这儿他就脱先了，一二三四方四，嗯，铁活。这样的交换成这样，这个呢应该说这个回合我要作为黑棋我是不是很满意，不是特别满意。对，毕竟这个地方白棋吃的有点大、你定型我还不甘心，我想总是想连扳之后以后瞄着点在这儿呢，总能够有更大便宜。嗯，现在就这么拉倒了，就那就没有把变化就没有了。
只能是大家收官了，接受，是吧？对，这边缩一点，这边又争回来一些。对，中间你这儿只是便宜这么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地方被白棋便宜，这一个回合实际上官子啊，黑棋并不是特别便宜，那么这个是没有的，是吧？这个没有的，刚才说这个一点了，但是没有东西。现在怎么收官？方向在哪儿？是不是拆二大吧？对，好像拆二最大了，是吧？拆二应该是最大的了，先拆个二。然后白棋呢？白棋搬占这个，好像也没什么大的。白棋啊？白棋没有搬还。他是走的这个，好像拖的这个吧？拖的这个。对对对，拖这个。拖这个，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拖这个想你走这个。他就挖粘。挖粘好。挖粘，你补起来有点不舒服。对，这边还有个扳过。对你走粘，那这个扳过，他希望走上这个形状。希望走上这样。这个你补别的都不舒服，他希望走个这个形状，所以拖一个，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好招啊，拖一个官子的一个好招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白棋应该不肯轻易让黑棋过，因为他是不是还想瞄着这外边的这一些味道，如果挡上的话，黑棋还不整体不是特别厚。对他不走啊，害怕黑棋下一步进攻，还害怕黑棋呢下一步进攻，所以这个，这个黑棋啊，还是白棋还是走了，加强了，是吧？挡上了，挡上了，挡这个了，挡这个呢，以后立完之后，这个地方啊也有保卫，也不小，倒是挡一个也不小，让定定型。是吧？对。他挡了这个之后，这个时候飞刺的，飞刺完之后提掉的，提掉。他一走这个，这个时候黑棋又挖粘了，这个挖粘，白棋这个走后，这个白棋应该是欢迎的，我想白棋欢迎这个定型完了，白棋欢迎。黑棋这边就是得了一些目数，得目数少，这个没多少目。以后尖你挡住这个没多少，目不得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考虑保留吧，能不能保留？保留的话白棋会怎么走？白棋会挖粘，好像白棋也不会挖粘，不会挖粘，对，总觉得不想挖粘，还是不想挖粘，是不是？您还想保留从上面来攻攻？对对，就有点想，好像总是觉得急的话慢，急的时候说不定还想这一类的棋，是吧？或者在这儿钻一钻，是吧？现在这个挖粘呢，不甘心让白棋活得这么舒服，也我有点不甘心的哈。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普通的、差不多的一个定型，这个差不了太多。挖粘完了之后，拆这个了吧？拆这个，这个是我觉得该走，我觉得可以保留，直接走也行。那么这样走完这个之后，现在完全进入收官。对，完全进入，就是边边角角的一些官子，官子了，是吧？彻底官子。那么白棋把这个搬了，这个搬呢是不小，它主要是瞄着这个，这一挡，黑棋整体还没有，整体没有活啊。你在忙着从这个地方走当官了，那等于是走没有目的棋。所以呢，这个度过相当的大，他就度过了，等于这两个交换。那这个好像黑棋还是蛮实惠的，蛮实惠。毕竟黑棋爬到这目数还挺多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好像这边连后了的话，这边的这个毛病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如果这边挡下来，这块黑棋是不是还有点担心？是，也是，我也觉得是。但是白棋注重这个中央，虎了一个。再交换一个啊，也是一个像普招，现在靠了一个。对，在脚上现在靠一个三三。靠一个三三，这个时机呢，就是说也进入官子了，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好，算是好的时机，基本上说是啊，这个棋是算是活，算是基本上是拿的，不能敢吃它了。你有没有狠招吃它？对，好像没有棋可以吃它。如果这个被他一顶，对，他顶了一扳就好了。顶了一扳就好了。你退的话，这一冲一挡，冲了一挡先手。最狠的是这个。然后他就一扳一虎，好像就可以。一扳一虎。对。假如他这边不是还有加吗？
假如这个是虎这个吧，啊，走这个，然后就算团这个，嗯，防的打尖还是这个，嗯，打一个，现在马上就打掉是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是不是有棋呢？我吃一个，然后再挤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地方。嗯，这个棋这个地方不会没有棋吧？端呢？端端他打了打了粘了，打了粘。难道这个棋真的活不出来？这个棋不能这么下。哦。应该是不能这么下啊！我跟你说，应该是活棋，但被我给吓死了，吓死是吧？对，这个最普通的是这个小尖，最普通的哎，这个你打是这个。最普通是这个，嗯，爬一个，嗯，爬一个，挡住的话就一挤，团这个，火是吧？这样就火。哎，对。如果我要如果退的话呢，您就有一立。立一个行，立一个就火。然后我一拐就一猴就活了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活的，嗯，这是最普通的下法是吧？对。哎，你还有单拖一个也行，也拖一个他可能会团吧？团，哎，对，这样，就是这个是。对，那这边会捞一些便宜。哎，也是一种那个。这个是要勇气的，一般不可以，一般他不敢这样，嗯，一般不敢。这个里面有一些手段，哎，就是说，这个是常见型，就爬出来那样活了他也不肯，因为这厚啊，是吧？活了脚，所以这个时机也是一个考验对方的时机，嗯，考验他一下。现在看来还是没法反击，他走这个，他没有那样，没有那样走，然后再吃，对，就走出这样的定型，对，踢掉。这个呢，应该说，白棋掌握这个时机还是不错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吃它刚刚差一点，可能吃不着。嗯、如果再多两个，那就它就可能退了。对，现在只好现在这个时机不错，那白棋应该算这样的还是满意的，嗯，是吧？也算对，毕竟是先手定型，能走着也算满意，然后再搬粘。嗯，把这个大脚搬粘，这个搬粘眼见得就是个大棋，否则被他立完再一路搬粘那个全先手，更何况里面他害怕里面什么靠一靠有棋，哎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棋，哎，里面这个形状有定论是没有棋，而且这搬粘完了之后，是不是这边家还有一些味道？对他有放心呢、啊，这个地方他搬粘不小。这个白棋收官应该次序很井然，嗯，朝大的走往细棋又进一步，不擅长。那李长浩官子比较细腻，我后来得出结论，经常走官子，我们研究半天还是李长浩的对，嗯、经常有这样的观点。但是这个鼓励这个棋，我觉得有几项，我总看出来像是。其实可以使上劲儿的地方，他没使上，他没使劲儿。对，现在走官子了，那粘住也是个官子啊。那就开始点目了，那白棋呢？这边有加吗？他果然先考验这个加一个考验一下，你如果立的话，他这个地方有个顶，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吧？你如果挡这个这一段，马上就有断了，是吧？你走在什么地方呢？走这个。这个地方还有问题的，对啊，这个仍然是有端，这个、有问题，这个地方不舒服，这个不舒服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你藏在这儿，这个也被他便宜，还而且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手段，比如说断一个，那只能吃这个。哦，这个可能不见得行，但是他从这边吃了再靠住是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不知道。那我就这样算了，让您吃我提，走这个我再吃一下粘回去。哎，不对，我提姑娘，这个不对，那我吃这个不是金，吃这个可以，这直接被断了，那个不对。哦，那我吃这个，您断的时候我再提这个，是不是也能活？能活吗？能活，我这力是先手。哦、对对对对。您跳一个再走。你的次序要走好才行。嗯，
也能活，倒是能活，但是即使那样，哦，这边有断，你也很讨厌，也很讨厌，是吧？但是就是说这个有味道不好，嗯，是不是？这个味道不好，至少很讨厌的地方。你立在那儿，为了那两木棋啊，这个地方一靠你，而只是搬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有种种利用，种种的利用，至少是他以后这个地方是先手，这个都是先手。你看他这走一个，你还能补一个，这个地方种种的先手，这个地方也先手。对，不然的话这始终都有这个。他即使退一个你也难受啊，退你也只能退这个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都有，有几个先手。对，这还是有先手。不满意，所以他忍耐了，他走这个了。粘回去了，但是目数现实的看着是损了一点，对，味道好一些。这时候白棋走什么呢？他去提了吧？啊，对，提有些。我觉得这个大呀。他是在逆收是吗？逆收，但是他想走干净。走干净，莫非想打劫？打劫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你大概是这个吧？对，把吃掉。吃掉，那个象是最多十目棋。他是立还是粘着？他粘上我满意。他大概是这个，最狠是这个。但这样是一个后手。这个以后不到十目弱，我觉得十目弱。嗯。十目弱，但是这个搬吃掉，我觉得不止十目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止十目，你上面还多一个点。对外面还有一些便宜。象是不止十目的，不止十目。嗯。为什么不走这个呢？陈阳叶为什么不走这个呢？哎，我总觉得这个大呀。他因为这个棋，这个吃掉感觉有十目棋，那个不到十目，但是这个稍微微细一点。他想走 他想走的硬朗一点也可能，或者是说他觉得形势还可以，他想走厚一点。对。有可能。也有人说想打劫，拼的时候能够打劫。嗯。也有可能这样的话，是好像觉得白棋下都挺厚的，比较厚，对，没有什么劫财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白棋该往哪个方向走？现在白棋发力了，白棋把这个靠断了。嘿，发力！哎呦，这个陈耀烨每次都是在后半盘才开始发力，后半盘发力，对，就感觉这个都是在好像鼓励都已经那个战斗的那欲望已经降下来了，然后他才开始战斗。战斗。啊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哎呀，这个棋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棋就是说你搬它会搬退一个，这个地方瞄着这个段子，中间如果能吃几目的话也好。哎，这个段很大，正面作战也不合适，正面被它一断，这个棋两颗子回家的路比较渺茫。对，周围好像看着太厚，这个太厚白棋的兵力，所以这个看来是潜伏着有目，对，藏着的一些手段。后的后卫的木，哎，这个如果互相围呢，好像没他大是吧？他就飞一飞。哎，不，这个这样走哈。互相围。嗯。哎，大家就互相围了。他这个没走，他是走的这个飞出来了。嗯。以后这样打吃了会大一点，先看一看。飞，但是被他搬一个。搬一个是这样走的啊，对，搬一个，如果脱先呢不走呢可不可以？假如说哎就把这个吃了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也不小，这个不小是吧，这个也先拿住那再说。陈燕有招没有？嗯，敢吃吗？会不会吃这两个？不是，怕那个地方有问题，怕这个，我主要担心的这个。那这个断了，他主要担心这个。嗯，那我提过来是不是也能活呢？活吗？他粘上了。对，很危险，刚才不一样啊，很危险，这个地方又冲不出来。对，很危险，这样很危险。他担心这个，担心不能贪吃这个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棋。黑棋补了吧，还是得补，补黑的走这个打吃，是这样走的吗？对，然后他再反吃，反吃，对，提掉再打，
然后再打上来，对，打对的、然后粘上，形成了一个这个局面，粘出来，粘住。你不粘的话，这个被他反手一打，这个太大了，这吃干净了。对，这个中间都变成白棋的木了、交换成这样，是吧？交换成这样，他补了，这个的确太大，这个一打一吃特别大。这个这有没有这个搬完了之后可以有？然后把这两个子给大吃了。对，他实际上是补了这个，补了这个本身就不小啊。本身很大，你如果补一个，它这个本身价值有，本身价值就很大。搬一个，这是黑棋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对，黑棋权利。你说黑棋这个时候补哪儿？中间走一个，走什么？中间要补吧，不然我怕这个中间这两个子。中间补。对，中间怕白棋都要成十几步。不管你走什么，补在哪儿，补一个，或者怎么着，但是。白棋可能粘这个，或者他劫财有力会打上来，有可能打上来劫财有力啊。那个那面走后了，你要打这个劫，他给你打劫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有可能、这个劫、有可能。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吃，吃完对吃了再吃过来、还有白棋那个很厚，相当厚。黑棋是走的这个吃的，不敢走这个啊。赶走吗？点一个，应该吃的多一点。对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白棋会走什么？白棋啊，首先你这个可能不行，它长。啊，对，我贴了就一直都长出来，长一直长。哎，黑棋可以拼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地方中央啊作战，它中央至少是这个地方有先手，看这个是先手。至少是成对，那中间他就可以吃。这儿多出现，不管哪儿都有多一个先手就不一样。古力没敢走这个啊，这个是最撑最狠的下法。对，局部最撑的下法。哎，他看来是就这么简单的吃一个打拔，那么中央啊，就让白棋，就是说围中控的时候，他这个地方他就能够敢直接进来了。对，看看白棋怎么来封这个口。封这个口。嗯，好，点一个，他怕中央多一个子封被白棋封口。我们看看啊，实战这个其实是卖了这个了，把这个卖掉。对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搬呢？哦，直接搬，直接搬这样。然后再顶。他大概粘上。他粘上。对。然后我就飞这个。那实际上你要这么想，你他粘这个是还原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打一下也不亏，冲一个是吧？这样等于扑一个。差不多、是不是？对，也他大概他就会粘这个，粘这个可能白棋亏了。这样白棋你的眼位这个眼位啊，以后啊还要小心。即使这个眼位这儿少一颗子啊，也受眼位要受到损失，这个小意思了。你干脆就这么就打直着来，直接来就完了，这个就不会有这差不多，这个差不多。你要直接来被它粘上不好。这样它必然是要踢，对吧？这是必然的。然后它飞在这儿，这个形状呢，这个它在这个打之前它已经算好了，因为你这个棋啊，你怎么着这个跑不出去，你跑这个，你看正好给它闷住，对，连不回来。这个点正合适，正好把它闷住。对，既封了口又封口了，自己又联络了。对，这个它就是把这个都吃进来，这个吃进来啊，看着。如果都吃进来，这十几目啊，突然来十几目，这个目就危险了。对，黑棋很危险，本来我觉得就挺危险的。如果这个就叫雪上加霜了。你这个中控不能给它盛太多，是吧？中控不能盛太多，这样的棋，这样的棋没有走这个。对，他冲这个。冲这个啊，冲一下，需要冲吗？单扳会不会好点？这两个要冲吧，没有必要冲，单搬吧。它是先交换再走的吧？对，再搬的、啊。再搬，然后这个吃的时候再吃这个。这个中间其实还吃了。那这两个交换了干嘛？为什么交换？不必要，是不是？嗯。没必要。对，可以不交换。可以考虑慢点嘛。
现在交换了，让白棋走这个。他是不是如果不交换，白棋有可能长啊？啊，长一个，对，长一个，差不多，嗯，长一个像是普通感觉啊，嗯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下法。那收官棋，我觉得这样收官是比较普通的，啊，他怕这个走不上，对，是不是啊？怕这多走一个，嗯，便宜吗？也不见得，也不见得便宜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有的下，而且呢，这个棋啊，我怎么觉得哦，这个棋拐一个虎一个，这里面这儿有一个靠啊，靠这个靠进来，打吃它就粘上。对对对对，粘上啊。啊。进来。啊，这个地方被分断了，那我就做活算，我先吃一下吧。吃这个吧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。然后就做活算。做活，对。哎，这个有这样的手段是吧？好，那就先说他的实战了啊。对，他实战是冲了一个，在打的时候，他提了，提了。他要求是这样，挡住这完封这个，这个当然是最满意的。这里面你要多出十几目啊，他这个棋满意。如果长的话呢，他这边不就是这边多一个打吗？是啊，是多一个打。对，你说的对。那我这个地方也是先手把这个围住了，那这个不是黑棋少个粘？少个粘呢，是啊，哦，你说这样是吧？少这样是吧？是这样。对啊。你的意思就是这样还更好呢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，这样好吗？我觉得白棋倒还也好。但是陈瑶也不这么认为。但是他这个棋你做何想？这个对。这个莫非我现在就不能虎了？哎，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。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招啊，嗯，这儿刺一个。对不对？这是先手，还可以慢点保留它。里面我怎么觉得有要出事儿？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是不是？这里靠进来就有东西，靠是不是？这靠进来就有东西。好，那我就冲了，把它吃过来。吃过来。对。哦，这样。再靠。那我就挖吧，好像是不是只能下这儿？嗯，你看这样的棋，靠在这儿。如果先靠这个就粘上了，那我就吃一个。嗯，然后再做活。做活。对。他再打一个，那这岂不是黑棋便宜了？这个目数中间被搜了一下，搜的很多。你在这儿走一个，那就受损了。嗯。是不是？这样黑棋满意，比他中间被挤压了一下，挤压了一下。实战这样，然后白打上去了，对，黑棋还要打上去。这个地方那是，就是说下的那就火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白棋这么厚的地方，我觉得跟黑棋开劫一点都不怕。跟黑棋开劫？对啊，你怎么开劫？你这样开劫，我如果这样，是不是想吃了给它吃进去啊？这样，对啊，怎么走？是吃还是退？那黑棋很乐意啊！你本来是都能围上的，现在你多白多出一个劫，我黑棋总好的，黑棋总好啊！黑棋希望走成这样，给你就打这个劫，你中间如果打成了，你看这个地方的味道很恶，对，木就全没了。对，这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啊！那我觉得。这个白棋其实也挺轻的，它不就粘回来了？其实这个地方，陈耀烨啊，没有这样走，那样走的话是黑棋希望的。哦，那总不能粘上吧？我觉得粘上粘上不对，粘上对，这太粘上了。与其粘上，还不如长一个呢。嗯，粘上的话，有种种的这个利用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有可能它就粘在这儿了，这个地方有棋了，
又齐了，它有可能粘住了、嗯、那这个地方要吃不住的话有可能很狼狈，对，那这个叫坏、嗯、这个有可能这个白棋要坏，这样那又不开把中间给破了又不粘上，那还有什么招下呢？哎，它既不开劫又不粘上，这个就是陈耀烨强的地方显现出来了、嗯、这个地方啊，他提这个时候啊被打上去，他已经心中有数了，当提的时候他已经有备而来了、嗯、下面就是他的就强力的手段，强力的手段他来得狠的了，来狠的了，怎么走这个棋他走得特别狠，他走这个一下啊给他全包进去，包进去，反正他不能提，提的话这吃，如果你提，如果提啊，对，这个棋就这个就对，这吃一长好像就对了，很难逃出来，很麻烦吧，对、这个、或者是这么一虎，反正看着不行。哎，这个棋怎么少一颗子啊，你怎么这少一颗子，这儿有颗子，呵呵，怎么少了一颗子讲哦，就刚才看来就刚才 摆的不对，摆那个变化的时候、啊、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摆的把它多拿了一颗子，对对对，这个不对，又感觉不对，这个少一颗子那、啊、不能少一颗子、哦、这样就行，刚才这有子您才摆的这个靠吗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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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的棋啊，简直就是这个黑棋形式就不佳，再把黑棋再拿开一颗子不行，那就太不像话了。哎、嗯，那这时候打吃我能提吗？哎，就是说你这个哎，这个打吃提，打这个，对，我还提吗？你提还是粘？不管你提或者粘，我都是长。我吃这个是先手吧，然后再吃再冲。哦，还有狠的。这么狠呢、啊、哦，这个我再修正一下啊，推一个这个棋，哎，推一个行不行，这样的棋是不是这样的棋，哎，我提了一 个、这个没有、啊、这个没有，这样提一个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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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能跑出来吗，嗯，对对对对，贴完之后小尖，或者是先把这断吃了再小尖，这样啊，好，它大概是我看是不是就粘上啊，还是做什么啊，假如啊，假如他走这个，假如走这个，这个有点俗一点，俗了一点，嗯，假如走这个，嗯，从上边走有希望，就是断掉就粘上，断粘，哎、嗯，断一个粘上，是不是也能把白棋弄得也有点不活？哎，比如说你的打就算粘上是吧？都算这样。嗯，这个都算粘上，然后这个对打粘上，这个是不是会撞气呢？再吼出来，吼出来，好。因为这个虽然撞气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下一步再一走的话，白棋就不活了。上面硬贴，嗯，这个你有点狼狈吧？这个气不见得行。对，没气了，没有气，就算不打这个也不行，气不够。嗯、对，宽两气也不行。对，这个气不够。收不住气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它就能死贴，你大概是这个吧？这样，啊，有可能吧？好一点。好一点，哎，这样它走这个是吧？难道、哎、这个长也悬，也有点悬，是不是？看来白棋这边啊太厚了、哎，被白棋这么打了，粘上还是太结实了。哎，它这个你关键是你这儿被一叫吃。后面就没了，嗯，这个也危险啊，所以这个棋它没有那么走，这个地方子力，嗯，现在提就要吃，然后再从下边吃，反、嗯、打它是粘上，粘上，嗯，它没有提，提了怕长，我看，而且这个劫财啊，它走一步会提一步，你这个劫财都不见得够，嗯，现在贴这个呢。他只有跳了，把走这个会断掉，对，这被断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走这个会断，对，只能跳，应该是走这个搬一个也可，搬一个大概也行啊，它长了，嗯，搬，哦，这样的棋，对啊，一断不就死了？死了吗？死了，这样，然后长，
我怎么觉得就算提先手也没用，提先手我就斩赏，冲断再哎哦、啊，这不入棋，不入棋、啊，是啊，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点意思吧？是不是、啊哎？我走这个行吗？哦，这样的棋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是这样的棋啊？不是怎么走？这样走啊？这样的吗？啊啊！然后我就紧一口气吧。紧这个，他在叫吃呢。我再吃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没有、哦、不，打劫了。不对对，这个、这个、被都被提 了，那不行，嗯。哎，搬。没有劫不归，给看成了那个劫不归，其实不是，这个是棋先。不，这个棋我怎么觉得是打吃这样的棋啊？是吧？对啊，所以说断完走这个，然后提一个嘛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棋搬一个有什么办法吗？如果搬，它会长，好像。是不是？这个仍然断不了，因为他这打两下就接回去了。哎，搬一个可能还好点啊，搬一个像是，搬一个好一些。搬一个做什么？对，竟然断不了。嗯，搬一个是不是？白棋的白棋有什么招法？对，那发现这个冲还真有用，这个冲。是啊。对。哎，这个受不了，这一冲，这样收气也看得清楚，它比你快。还是嗯、哦，关键怎么反冲还有一个，不是快的问题啊。这个你走在这儿的时候啊，它往前一冲你也受不了了，两头吃一边，嗯，明显就完蛋，就完了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对，这个被冲下来，嗯，好像是这个一飞相当强。这个鼓励啊，这遇到对手这个被这样拿住，他心情可能不好，这样输这个棋不对、嗯、心情不对了，被他自己强的很得意的一个作战看得很轻的地方，金呢他算得特别轻，我总觉得鼓励啊他算这个对杀，嗯，有一个特别的敏锐，这是他好像与生俱来的敏锐，结果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被人家不在状态，都不在那，这个金都不在那个地方，应该搬一个是个金，这个地方被陈耀烨这么就得手了。对，这个尖是好棋。嗯，尖是好棋，这个明显靠完一尖就不对了。嗯、这个你的不还不行了，这个这样一分他走什么？这个走之前先冲一个。冲一个。哦，这儿拐一个吧，先拐一个，挡住，然后再冲吧。这个走完了，然后是这个吧？哪儿还交换了一个啊？哎，嗯，不是这样下的，刘老，这个搬完之后啊，嗯，他就没粘啊，他走什么？然后他现在是拐的，拐一个，对，嗯、挡住。嘛，然后再粘，哦，这个那不是就一样吗？还原了，尖一个是吧？然后冲，哎，冲，他挡住，再交换这个，对，这个是他们实战的这个次序，哎，然后走这个，然后只能回家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只能回家，然后那没办法飞住，哎，这样还多出一个粘，那这个就更厚了，哎，更厚，这儿多出一个粘，你顶的也没不行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粘更先手了。中间没有棋的话就不对，这个打断，这个打断是他的，那威胁这一块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棋提劫吗？啊，提劫了可能。对，提劫。嗯、提劫，是吧？提劫，那块棋他只要不死就行了，是吧？哎，提那个白棋粘是劫。白棋粘上，他这是先手，是吧？再提过来。对。那么这个棋。那这个顶一个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是劫。哎，劫，他走这个，啊、是吧？然后再提过来。提。嗯。这个黑棋。白棋去哪找劫？啊，这儿是个劫。白棋吃也是劫。白棋吃这个劫。对啊，黑棋刚提过来。我刚提他叫吃，粘上，再回来。然后提劫。哎，来找这个劫，是不是？对，搬一个挡 挡住，然后再提。哎。然后白棋。再去哪儿找劫呢？嗯，白棋啊，白棋没有找劫了吧？不找了。
白棋这边不是有现成节？现成节啊？对啊，我团一个不是节吗？嗯，不找了。白棋是不是走这个？就挤一个，挤这个。嗯，还没有交换了一个，现在这是183提节啊，然后该184做活。对，做活。做活，这个不找节了。哎、做活。那么这不是还可以打吗？比如说我团一个，这个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做活，做活，这个地方都看清楚了。这个如果这个他就挤一个、这个连不回来，连回来。这有个挤，这个地方只要割断就完了。嗯，是吧？对，连不回来，连不回来了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不好办。还有哪儿可以拼吗？好像已经这个黑棋啊，黑棋白棋该活的都活了，然后这边他又挤一个考验一下，他这直接就挤在这儿，对，他也挤一个，嗯，然后他猴一个，他猴了一个，把这断了。不过这个棋啊，就是官子便宜的问题，但是这个不是已经损了这么多？这个地方虽然进来了一点，这个不对了，胜负不对，这个、不，但这儿都已经打这个劫被打穿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已经不对了，这个怎么能跟原来黑棋全给吃进来了？那黑棋白棋损失什么呢？它没有损失，只是这一点破了这个，就是、这个不成比例，这个不成比例，它挤这个，对不对？现在是89-90，然后打那面的劫财，91先点了一下，这个他走那面是吧？对，然后再断打，然后白棋提掉，然后挤这个吧。我不是挤那个，啊、是不是去找劫了呀？这面也可以，没有走。这个就已经啊挡上了。我挡上，他又把他也补这个啊，是不是在提劫？提劫，白棋在这个劫，对不对？对。打这个劫，然后白棋再提。提劫，黑棋挤这个，看你活不活，它是粘上的。再提劫。再提。再提这个啊，那么白棋现在找什么劫？白棋没有什么劫材了。不用走，走走走。这个地方，等会儿他没提这个劫。哦，没有提那个劫啊。这是201、202、203的。这个地方已经活了，这个地方活了，嗯。看看啊。这个地方立下来了吧？立下来了。现在因为什么？一叫吃就接不归，这个呢，他。点了就挡住也行，叫吃也是个接不归。对，所以这块棋是活棋。对，活棋，是吧？提了之后，黑棋走什么呢？这个地方那边立下来了吧？一会儿才立呢。对、哦，先走了一个。这么挤了一个，它粘上了，再提劫。啊，提劫。提劫、是吧？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了。粘上了。然后现在再把这个立下来。那个粘上挺大的，这个。对，这个找完了劫之后，他没提劫。对。然后把这个立下来。立下来。后边好像都是。这个没有，再提回来。然后拐一个。他爬一个。爬一个。然后再提回来。是不是？对。那没有什么劫了。不过现在这个目数似乎已经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。嗯。这个白棋只要活了就可了，就可以了。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边下边这个损失有点太惨重了吧？嗯，这个。就找一个劫挡住，再提过来。那么他点了一个，我看他是这样走的，就顶一个，这样就走这个。啊，就这样就这样定型了，提了这个，这样就走干净，这个地方都走了。嗯，那这个棋就。输两个官子，这个他走了半天，这个还被吃回来了，下边又被打穿了，等于一切都没走着，挡住，嗯，不够了，这样就输掉了。对，这个控差很多，这盘棋啊是陈耀烨比较发挥，古力啊
力气没用到，是，有几次我总觉得该发力没发着，那么陈耀烨呢，最后就把古力说是可以说是完胜了这个古力。这盘棋呢，这陈耀烨取得胜利之后呢，他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，也就是卫冕天元。对，2-1战胜了古力。对，怎么我们表对他表示蝉联了冠军，表示祝贺。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介绍这盘棋呢，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